是我太紧张了，对，我太紧张了。啊，不是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在台上，我觉得如果感谢他的话，我觉得我怕大家会误会，就是对。那现在呢？要不要感谢？我觉得我现在感谢还是很乖啊，对，就是，就毕竟他还是对啊，我觉得还是要必，我不这么，我不知道哎。他刚刚看起来没有很激动啊，我觉得小马比较感动，小马比较支持我，我看他哭了。所以我才现在，我今天才知道他头发变直，之前不是烫卷吗？我今天才知道他哦，原来是长这样。OK。今天晚上要睡吗？今天晚上不睡。谁要睡觉？我等了15年，我还睡啊？哈？没有啦，庆功啦，庆功啦！对啦，你们真的哦，Me too 哦，你们不要这样，你们一群女生，我是男生哦。应该啦，应该可以啦，应该可以啦。所以真的不求名，不要趁现在放我的。先让我一个人享受一下这个片段。现在如果又再求婚，我觉得太复杂，对我。先让我好好开心一下。现在开始要叫我学长啊，对。他下一件拿了，我才叫他学长。Thank you.